原标题：为什么说李逵赴京市场闹剧？李逵和燕青闹了东京，又离开四九村，行到骊山寨七八十里的地方，宿在一处大庄院里。庄院的刘太公太婆夜里哭泣，李逵问他们为什么哭泣，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原来他们的女儿被自称宋江的人抢走，伙同宋江来的还有一个小后生。李逵嫉恶如仇，哪里容得下这样的龌龊事，他跑到忠义堂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又拿着大斧要砍宋江。众人夺下大斧问明情况，李逵不肯原谅宋江。宋江让李逵搜大寨，李逵说寨里都是他的人，搜不到，他又是酒色之徒，东京养了李师师就是明证。宋江没法说清，就和他立了军令状，请铁面孔穆裴宣写了状纸。随后宋江和魏乌为跟随他抢民女的年轻后生柴进一起来到刘太公面前，让他老两口认认。不但老两口说不是，而且买庄的人凡是见过那两个强盗的人。